凡事啊有因必有果啊。近来啊，民进党当局啊加紧与美国开展军事勾连啊。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演练啊，是对台美勾连挑衅升级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警告。那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啊，不容外人干涉。任何企图把台湾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。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了我们遏制台独分裂、反对外来干涉的这个决心和能力。